设 f of s 为零多项式，是求 ABC 的值。我们可以知道零多项式的话，它每一个次方的系数都是等于零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加一会等于零 ，a 等于负一 ，b 减三等于零 ，b 等于三 ，c 加五等于零 ，c